把颜料给抽掉。本场戏重点，温瑞凡在想回想他亲维恩。我没亲我，本场戏重点。走吧，来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弄到我伤口了。弄我伤口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有没有了，就心疼你受伤。这场戏的重点是，你在帮我包扎的时候，然后我在帮他包扎的时候，我说我怎么可以让我亲爱的妻子的手受伤？身为一个男人，不能保护一个女人，这也算是个男人吗？用最温柔的手，好听哦。一瞬间立马接招，上片是女人的剧情，只是干妹妹，刚认识的干妹妹，只是不小心牵到她的手。睡吧。OK OK OK。对啊。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。男天使啊！他再跟我唱歌，哦，老公唱，然后你来去把 NG 出来，哦，老公唱歌就卖你了。这是林心海。现在在想什么吗？你讲嘛。在讲你亲维恩嘛，对。为什么我会坐在那边，然后爬起来的时候一个？闪神没有站稳，然后跌倒，就好死不死，就嘴对嘴，就这样。你看，男人都满口谎言，这是无谓，不好气质。气质可惜。对啊，像一个这个，看着他的手，想着维恩的嘴。哇，精神的画面。拉起来，一拉，然后嘴入镜。对。音色。音色。哇。亲都亲下去了，亲的不小心的累惨，为什么办法？不小心，那那个热吻嘞，热吻那个是那个是因为，对不对？你拿掉，你强者要保护弱者，他那时候在哭，你总把他眼泪吸干不了。温瑞凡这个男人交给天下女性来攻审，怎么样？大家就上 Facebook 犀利人妻的 Facebook 留下你对温瑞凡的感想。犀利人妻 Facebook 哦，大家记得哦，真的，我会去看。骂一次温瑞凡送隋唐签名照，对。所以这一场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，也就是算是男主两个男主角第一次碰到面。刚开始啦，我一直很怕那个气势会是温振鹏。好，差不多，你好。后来我第一次看他握的时候，他就讲：“你好，蓝天蔚。”然后他在抠我的手，我就咔哈。我会希望再多努力一点，希望蓝天蔚真的很帅，跟谢安之真的会很轻松，让大家觉得哎，这两个人在一起还蛮好玩的。对，我想问这个，我带到，我第一次就看到，我还想说这样子，抱歉，加油，蓝天蔚，我走了，对，蓝天蔚跟你说再见，拜拜。八楼，又是又跑出来，拜拜。